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啊！您现在在明镜电视频道啊，欢迎大家订阅明镜电视频道。那么这一届话题啊，我们要讨论一个网上流传很广，事实真相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这个美国政府啊，现在出现了这个双首长制啊，好像这个副总统传统上大家都知道。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但是现在贺锦丽副总统似乎不一样，这意味着是什么呢？请我们的这个郑树刚先生先解释一下，你观察美国是很不错的。我没有看到这个双首长现象，你没看到 但是就是说，因为副总统都是总统授权的，他就可以做嘛，对不对？你不能越了副总统的权力去做总统的事情，所不是，以有一些说法是这个副总统越权了，你认为是的吗？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就是你副总统，从最消极意义上，他就是备胎，就等着总统有问题，他出任总统。但基本这种事情很少，那么他总得有事儿做呀，对不对？那除了做这个参院的这个议长之外，你像贺锦丽这关键一票还是很管用，对不对？几次都是关键一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拜登确实这个年龄比较大，他自己这也知道这个状况。当然，身体状况我觉得也不是很差，但是呢，毕竟精力有限。啊，你像他这个竞选期间骑自行车啊、开车啊什么这样视频出来，就是要给年轻人表现他还很可以。但是就是说，我记得他在这个竞选阶段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要挑什么样的副总统，中间有一条就是说，这个副总统要能够这个似乎是随时履行总统的这个职能，他要有这一条。所以我觉得拜登是不能小视的人。他就是美国政坛的司马懿。如果说中国人来讲这个人的话，他是很有耐性的，很有耐性的。你想在竞选，他整个阶段的就是这么一个姿态啊，对不对？那很多川普总统的支持就是说，你看他整天就是躲在地下里不出来，完了他竟然还选成了。那我觉得对于承认这个大选的人来讲，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奇怪，就是叫有福之人不用忙嘛，对不对？把关键的几件事儿做对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在他和贺锦丽这个副总统之间，他是有一种非常弹性的分工的。你像他这个拜登这个上任这2个月时间做了多少事，很多这个川普总统的支持也跟着川普总统说，你看拜登从政几十年干什么了？那是因为他不在总统位上，在总统位上他干了多少事儿啊，对不对？这个我想呢，就是说他会集中精力做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把一些总统任的这个职务内的，一些事务性的或者是他认为没那么重要的工作，就交给贺锦丽去做，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这就是有总统授权就可以，肯定不是说贺锦丽这个咄咄逼人去威胁总统的这个权利的，我想大家篡权也不用这么着急吧，对不对？好，那王建涛博士，你认为呢？哎，我觉得实际上贺锦丽现在我也没见他做什么特别多的说能够越权的事情，因为现在大的事情都还是拜登出面讲。你看拜登也不开新闻发布会，对吧？现在左派右派记者都在讲拜登哪儿去了，想跟他对话。这个但是呢，没他不有吧？出。他的新闻发言人整天在开不，记他者的会新啊。闻发言人，但他不出来呀。就说那么对吧？他不出来，那我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但是拜登也没让贺锦丽出来，你就知道其实呢，这里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说其实这个贺锦丽跟 Deep State 呀，就跟那个川普指责的这个叫深层政府啊，他还是有距离的。你从他的从政简历上可以看出来，他跟真正的这个华盛顿的政治家呀，或者说这个谁说的这个叫沼泽呀，这个不是朱利安尼说的华盛顿的沼泽呀，他有距离的。就像不，你可以讲布林肯这些人，还有像 Sullivan 这些人不会去对贺锦丽负责，而且贺锦丽可能也没有这种经验和知识去处理他们会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大的现象就拜登在掌握，而且人一开始就说拜登是个什么人呢？拜登如果有成就的话，就是像刚才这个谁说的，这个旭光说的大将无功。这原来万人南跟我说这句话，万人南先生他说四中的经理的时候，他说呢做大将应该像刘邦似的。就说他这个人呢，好像他什么都没干，可是没有他呢，
好像什么事就干不成。将来呢，拜登就这么一个人物，什么事也不是他直接处理，但是其他人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但是呢，拜登有一个任务，这是他对民主党的一个任务，就是说他需要为民主党物色下一个总统候选人。我有时候觉得他选贺锦丽呢，其实选的仓促了一点，因为这个人其实实在不像是一个总统的能够去担当总统候选人这个大人。但是当时他为了击败这个川普，需要一个人去给他拉选票的这副总统，帮他去拉一些他拉不到的选票，所以他挑选了贺锦丽。可是所以呢，他给贺锦丽交的事情呢，我觉得是比较有限的。另一方面呢，很多事情贺锦丽想接也接不过来，他想越权呢，底下人也不听他的，因为他不是 deep state 中的人。好，谢谢谢谢。那么这个彭德博士，我觉得确实媒体在炒作，主要是媒体炒作，因为当然媒体炒作也有根据的，因为我和 Harris 的最近跟挪威的总理啊，和那个加拿大那个法国总统。加拿大总理图鲁多和法国马克龙，还有那个什么以色列的那个内塔尼亚胡，包括还有澳大利亚的这个 Morrison， 他们都直接通电话。媒体认为这个他就是不是篡权了？因为他单独拿一副总统，认为过去的副总统都没有行使这种权利，单独的呀，没有那个说拜登在场的情况下直接跟。中南的盟友国家那个首脑这个直通电话，他们是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说那个和 Harris 的传权，或者是不是有两个你们这个题目说有二王啊，白宫有点二王。我想这些媒体基本上都是挺川的媒体，我看了一下，在报道这或者在推断这种。那你说是中文还是英文的呀？从中文的，我看中文的话，中文的。那我觉得英文不大会，为什么呢？副总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做外事。你像尼克松当年给艾森豪尔做的时候，那些什么被砸鸡蛋的事都是他去，跑到南美啊，那些被人扔鸡蛋。当时蒙代尔对吧？给那个谁，克林顿那个谁不是给那个，就是蒙代尔不是也到北大到处去做演讲对吧？其实副总统就一个做外事工作的职责，所以我讲的不在于这些媒体怎么报道他，他报道这没问题，这不出问题。我怎么判断这个报道？就是他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报道？说。他一看，哎，这个现象不对头，这个是他已经篡权的行迹，哎，第一迹象，他们认为是篡权的迹象，或者说是越权的迹象，这是这些媒体，就是说这么炒作的一个动机在里边。我想我认为他是炒作，是因为对 Harrison 不感冒，对拜登政府也不感冒，而且刚才我也赞同这个，你们那个军涛和那个什么徐光的那个判断，就是说。那个什么和 Harris 本身和他分工问题有分工的那个因素在里边。再一个是还有一个他跟那个 Harris 跟那个拜登的关系是非常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切和那个什么畅通的，不是那种相互之间要有那种猜忌或者说政权那种，至少现在没有这种迹象在里边。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可能有这种现象。再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刚才徐光也说了，也可能除了分工以外，还有一个那个拜登他也忙不过来，对不对？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说他篡权的话，那么就是他上镜头的机会应该更多。他上镜头机会远远逊于这个拜登。拜登的每人经常每个星期都在签署什么命令啊，行政命令，然后做发外讲演讲。而这个Harris上镜头的机会相对来说非常少。所以说从这一角度现象来看的话，不可能，不应该是这个。还有一个背景资料。出现二王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资料就是什么呢？就是。拜登在出任这个奥巴马的副总统的时候，他的角色就是协助，就是协助奥巴马。实际上，他这个副总统实际上比较吃重的一个副总统，比较吃重的啊。但他的角，他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奥巴马不熟悉这个 deep state 高层政治，对。但是贺锦丽更比奥巴马还差远了，对不对？奥巴马还做那么多年参议员呢，所以没有，奥巴马也没做，还不如贺锦丽做一点。对，贺锦丽也是参议员哈，对，他四年，他做了四年，所以你要说、那个、奥巴马做两年，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谢谢军涛这个纠正，我这个脑子里都先入为主了，把他这个
参议员角色给忘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贺锦丽做总统，那么拜登就可以履行像那个监护人的角色一样，像监护奥巴马一样，监护贺锦丽一样，所以这个他的地位是很，就是拜登的地位肯定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他如果说他让贺锦丽去担当一些吃重的角色，你如果说从最善意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说这个拜登那老头2024不想再竞选连任了，那让这个贺锦丽提前进入角色，给民主党培养一个下一任总统候选人，也是一种可能性。当然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我不愿意给他的这种做一个判断是大是小，我觉得不排除拜登人家这个老骥伏枥之在千里，还要再干第二任，也如果对方是那个川普的话，可能民主党内还会要求他再继续再干一届的。从这个体制的角度，体制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个副总统也没有不可能的越权那个总统。副总统，我说一下吧，对，我来说一下副总统一般做什么。就是说第一个呢，我觉得像这个尼克松给艾森豪威尔还有像蒙代尔，他们就是到处去帮着总统去做一些外交工作，特别是那些就吃力不讨好的，像尼克松就老是什么南美反美，就出现反美之后，尼克松跑去让人扔鸡蛋啊，扔西红柿啊等等，就做这么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搞定参院，搞定国会，或者搞定呢他所代表的，像比如像约翰逊当时给肯尼迪做的时候呢，他就是会去比如帮着肯尼迪去，因为肯尼迪是个年轻的一个参议员嘛，他当时所以他是爱尔兰人，他是爱尔兰后裔，又是个天主教徒，所以其实呢约翰逊又是南方出来的，而约翰逊在这个参议院干的时间很长，所以他帮着他去搞定一些大的政治力量，在特别在国会通过议案的时候他帮着做一些事情。第三个呢，就是他可能会帮着他做一些调研，在背后其实我那个谁呢，这个拜登给奥巴马做了很多这种工作，在底下这个去做对一些问题，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公开的情况，就是说包括亚太再平衡啊等等，他在当做副总统做什么，他就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是帮着奥巴马。所以因为奥巴马是个政治是个新手嘛，他当参议员时间也少，在这之前的时候他选众议员都没选上，所以他在政治上其实奥巴马就是一个理想一个红卫兵式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其实还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政治家。所以在这点上呢，拜登要用他老道的政治经验做一些弥补，但是他很知道不越位，就是他在底下做一些研究啊，给他提供一些建议啊。你可以后来看这次竞选中，奥巴马提的竞选来说，你可以看出来奥巴马对他也是非常尊重的，而且在现在有的场合说呢，当时他应该去当总统啊，弄得拜登感激的老泪纵横啊，在那说 Thank you President。 对，但是这两个我觉得真的不会是政治学博士啊，就是真专业知识，和其实也不是专业知识，基本上跟大家解释了这个副总统的功能。其实副总统的功能在传统上来讲它也有很大的弹性，就是看总统给不给他权力，如果给他就可以。而在奥巴马时候呢，主要为什么要靠这个奥巴马呢，主要靠拜登呢，主要的原因是那个参议院的那个梅康奈根本不理这个奥巴马啊，有很明显的这个歧视色彩，这样的话使这个拜登去国会的时候就可以沟通，哎，奥巴马去的时候就根本沟通不了啊。哎，这个世光你也讲什么？我就说就是这个拜登和奥巴马的关系就好像现在贺锦丽和拜登的关系一样，就是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所以这个时候贺锦丽不可能像拜登协助奥巴马那样去协助拜登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拜登的年龄比较大，这个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他即使他很熟悉很在行的工作也会甩给这个贺锦丽做，如果说他认为那不是最关键的事情的话。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也可能在给民主党培养下一任这个总统候选人。这个不是我的感觉是啊，贺锦丽对拜登来说就是相当于一个化妆品，就是说只是让他在政治上啊让他显得更好看一点。其实从政经验从各方面来说，你还搞不了国会，他其实搞外交呢，其实很多国家可能也不一定会把他当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他本人的性格上呢说话方式上也不太是那种能说外交语言的人，他的
它的特点在于它的犀利嘛。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它在政治代表性，它代表政治代表性，你说它代表黑人嘛，代表那种，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它这方面也没有给，在印度裔上也谈不上拉票，在黑人这块它更没有谈不上能拉票。妇女这一块呢，你可以看出这次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选进了好多妇女，对吧，他其实好像 也可能起不了太大作用。所以我就觉得吧，就是拜登选他选的仓促了一点，就是那么以为他可以在政治上能帮助他。至于说从政这方面，他还需要对华盛顿有这个选择仓促一点呢，就是主要是真的不是啊。当时候你看能够站在前面的票比较多的桑德斯，对吧，嗯，然后你看那个教授，那不行啊。啊，华人叫这个叫什么教授？华人，对，这俩都太足了。这俩教授年纪太大，这是票房。你看另外一个呢，皮特呢，又是太年轻啊，哎呀，他年轻主要是性别的问题啊，很多的少数族裔并不认同，所以选来选去，选这个贺锦丽也是痛苦了半天，也是痛苦了半天。啊，这个过程我还略微知道一点点。好了，今天这个我们继续听我们陶杰先生怎么说的。陶杰先生他说啊。一切都是奥巴马十号破了规矩啊，让这么一个副总统有这么大的权力啊。那么贺锦丽呢，这个很明显的调子还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听听陶杰先生他在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最近的白宫啊，也有人说现在白宫出现了双簧啊，因为副总统一般传统来讲呢，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啊，那么就是备胎吧。就是尽量不参与权力，主要是一国不能有两军呢、啊。但是在这个最近白宫所出现的贺锦丽啊，那么经常跟各个国家的元首啊或者是领袖进行这个会谈，出席的活动也比较频繁。那您觉得是不是拜登的一个变革的说法，还是这个他们啊总统和副总统之间是有一种新的权力关系？拜登呢，在竞选期间已经出现了这个泄气的现象，到底是78岁人，这也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你民主党非得要选一个这么个老头啊？啊，说话丢三拉四的这么一个啊，毫无个人魅力的人来出来当总统呢？啊，很多人并不是说川普的铁粉，我们大家都同意。在个人性格方面，川普不一定适合再当美国的总统。但是你民主党为什么选一个，我不能说品格，就是个人魅力、执政意志明显呢是比川普差的这么一个老头，这么一个拜登上来，这里头啊就好像有鬼了，是不是？而且这种拜登其实是傀儡啊，这么一种说法也长期啊在网络流传。那现在上台不够100日，那么果然呢 就这个就露出马脚。所以呢，当时的这些绝对不是什么阴谋论，其实真命天子就是贺锦丽，是不是？那后面是不是有这种奥巴马政治正确势力？因为贺锦丽是个。什么什么牙买加什么印度啊，又是个女人啊，什么这个那个，是不是啊？所以我早就说这个奥巴马时代已经破坏了规矩。像您说的副总统本来应该是后备胎，为什么这个拜登每次访问乌克兰跟中国带着个儿子，是不是？拜登在当副总统的时候已经部分在履行总统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这个到了川普上台拨乱反正，我们才看见这个彭斯啊是一个不大作声的人，现在拜登上来又来了啊，所以现在民主党这些人在搞什么鬼？是不是把这个美国的一些传统的规矩现在破坏或者是颠覆呢？啊，还是？这个里头还有什么阴谋了？这个那个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拜登这个人太老了他怎么不要说不能够连任，就算是撑两年呢，都比较困难，是不是？所以图穷。但是您不知道怎么没看到的消息。
很快我们就看，很快我们就看到，对这个像毛主席临终啊，啊提名，啊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主席交给江青，啊会不会有这么样的迹象？是不是？啊，这个你这个副总统打电话给各国元首，啊，这又是哪码事？这个是否符合外交礼节呢？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嗯，但是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啊，经过反复核实了解的情况，拜登总统的身体情况很不错，他每一天锻炼的身体的时间比前任总统要多很多，是因为他不打高尔夫球。另外就是他的演讲，他的平时号如果是准备一个书面演讲，他讲的还是很有同理心的，很受欢迎。那么投稿演讲的时候他确实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小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啊，口吃嘛，他是通过口吃来矫正他的，现在没有说他会在中间会下台的准备啊。那么这个他的支持度还，民意的支持度也很高啊，这个所以您看的媒体是不是这个比较右翼还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右翼啊，我们看的都是事实啊，是不是？尤其现在你拜登出现在这么重大的历史关头，嗯啊，你现在都知道现在这个整个西方啊几乎处于四分五裂，面对俄罗斯或者面对中国，现在整个西方是出现在1989年以来啊从未见过这个低潮的这种状态。嗯，你现在把这个川普这个狼外婆给赶回去了，按道理你应该啊身为三军统帅应该拿出一点的气派，你怎么就溜了呢？是不是？哎，如果你说这个健康状态没问题，现在正是要你展示一点丘吉尔的这么一个雄才伟略的时候，因为你还得要着眼于两年之后的国会中期选举。不是两年，很快就是明年2022年、还要着眼。你看现在川普不断的在佛罗里达天天这里跑销自校正啊，四年之内随时卷土重来，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打下一点基础呢？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看右翼什么这个呢，而是看这个不正常。但是拜登总统上台之后之所以得到民意的支持度远远高过川普，那是因为他做的事情非常扎实，比如说对付疫情方面，他原来上台的时候说100天之内打上1亿人的疫苗，现在看不要100天，60天就可以达到目标，甚至他在星期四啊，就是3月11号的演讲中间非常明确的讲啊，5月1号的时候全部都有资格可以预约上这个疫苗，那么今年7月4号美国独立日的时候，大家可以重新恢复在后院子里面烧烤。所以您怎么能说这个他们的政绩不高呢？他的上任就是解决疫情啊。既然是这样，那你更应该外交内政一把抓，是不是？哎，贺锦丽完全缺乏外交经验。你拜登当副总统时候好歹还跟这个奥巴马到处跑，而且你在国会里头40几年，是一个很资深的政客，曾经当过国会的外事委员会的主席啊，为什么在现在这么重要的关头你让这个贺锦丽这么高调？这个解释不过来，是不是啊？这个至于民调呢，这方面我是好像是不是太可靠，不是太相信，是吧？当然了，现在这个美国城市的市面是很平静的啊，并不是说你跑到酒吧里头人人都听见这个骂拜登，我相信没有，但是也用不着在白天不够把这个外交的很多的这个姿态啊会分给这个贺锦丽啊。我想也许是因为老头子已经79岁了啊，实在是忙不过来，可能是一种分工吧，是不是？可能是一种分工啊。这个贺锦丽曾经挑战过这个拜登
当时候这个他们日选的时候，所以呢，贺锦丽被挑选为副总统的时候，内部是有很大的争议，很大的争议，就担心贺锦丽上台以后太强势。那贺锦丽呢，跟民主党的领袖们写了一封信，他承诺呢是在这个拜登总统的领导之下。那现在假如啊，我们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去推理，那么如果他是擅自的跟这些人打电话，那么这个拜登是不会接受的。他的打电话和这些事情，像刚才像您讲的，是不是有可能被拜登授权啊？拜登可能太忙了，或者太老了，或者太累了。还有一个迹象，就是拜登在上个月底轰炸叙利亚，那个时候贺锦丽不久以后就说话了，说这个决定我完全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你问贺锦丽的话他不一定认同，是不是啊？你说，所以这个就比较奇怪了。轰炸叙利亚，炸死了不少的那些什么阿萨德政权的这些士兵，然后副总统贺锦丽出来说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公开这么说，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拜登也没有解释，白宫也没有解释，美国主流媒体在白宫的记者会也没有人追问，然后现在又倒过来，你看见这个贺锦丽主动给各国元首去打电话，你把这两件事情拼拢在一起，你认不认为是正常的？我不认为非常的正常，是不是啊？好的啊，那我们这个星期对陶杰先生的专访就到这个地方，非常感谢陶杰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我们下个星期再见，谢谢我们的观众，谢谢陶杰先生，再见。好，谢谢。